在上面一侧，把中国的四大舰队，包括台湾舰队，调往东海地区，在琉球以东、日本以南地区，在补给舰队的补给之下，以及在山东以及辽宁，还有附近的陆基航空兵的安全护卫之下，在琉球以东、日本以南地区集结，旋即待命，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，包括台湾海军都必须参与。